潘粤明和董洁闹离婚堪称2012年娱乐圈最狗血的肥皂剧，如今该剧又现续集。之前坚决否认劈腿的董洁被拍到与传闻中的小三王大治海口密会，而被董洁怒斥嗜赌成性，之前处于弱势地位的潘粤明终于实现逆袭，借经纪人发声还了我们公道，见到照片非常失望。今日潘粤明频频以慈父形象亮相公共场合，在参加某节目录制时表示自己很久没见到儿子，甚至春节都未能团聚，只能靠微博送上对儿子的生日祝福。他深情地说道，如果能换你一生的幸福，我宁愿痛苦一辈子，虽然不能陪在你的身边，但小顶顶爸爸还是要祝你生日快乐。在节目中，潘粤明同时表示该过去的都会过去的，至此情难自已，泪流满面。